小立志当股王，梁振颖股王没当成，但他的工作也跟股脱不了关系。鼓声清脆而响亮，梁振颖当场大秀一段战鼓，也顺便敲打试音。鼓棒重重落在五尺宽大鼓上，瞬间仿佛雷电交加，狂风骤雨。这些鼓全出自他之手。但都要拍一段是风雨雷鼓，哦，以它有雷，哦，有风，有闪电，有雨。比较有一种洪亮，有雷的声音。有40年以上制鼓经验，国内不少庙宇艺术团体都爱用他的鼓，他还让台湾鼓声响彻全世界。一早趁着厚日头，他赶紧把处理过的牛皮统统搬到户外晒，让牛皮尽情享受日光浴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搬到像较细地拢爱三个月，啊，那较大地有哪半年去哩，嘛是有咧晒，爱晒。啊，为什么以前啊都爱晒？因为人讲吼，因为自然啦，吼，自然迄个风干啦，日光浴啦，吼，伊较袂，伊做起来较袂逼。其实阮嘛捌做过讲风干用个细台，像咧用烟墙啊咧。不过吼，你做起来会过吼，它快速，它伊会逼。非台湾黄牛或水牛皮不用，而且必须是当天现宰的。他说这样做出来的鼓声音比较活，当然比较搞刚。它的纤维比较扎实啊。哦，啊，你若像咱的迄啰冷牛啦，哦，阮咧讲用乌白龙筋啦，迄啰咧这迄啰肉骨，迄啰袂使啊。迄伊迄皮都稀稀啊，伊的纤维都无像安尼遐尼用啊。因为咱是要顾伊的纤维，所以你若去要冰去。啊，是去哦，臭去，伊个纤维就破坏掉。啊，所以咱一定要用新鲜的、天然的上好。完成一面牛皮鼓，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久，短则几个月，长则两三年。光是一块生牛皮买回来，就要烫过、除毛和除黑垢，工序多如牛毛。再经历三个月阳光洗礼，接下来才进入重头戏。做这哦，咧消炎脂肪啊，伊咱的厚度啊，比如讲，伊要做西果，要做大果丁，要做零丁，啊，要做切西丁呢，吼，啊，伊的厚度每一项伊的厚度拢无同款，好平均，啊，才一定要较厚。你若机器落去，伊所有拢同款，伊揉袂迄个尾音出来。做过所有就是这层上重要，啊，看伊的老度，啊，甲伊这下这个皮，这是上重要的。每一个步骤都关系着鼓声好不好听、耐不耐用。教他制鼓的师傅正是岳父大人，明明向往当一名帅气鼓手，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制鼓师。伊有可能咱咧出世就要做鼓，较早细人我常咧讲我咧爱做鼓王，因为我以前哦，我双手起来哦，我都拍棒啊啦，拍青菜哦，两个哦，叉我都通过拍一段音乐啊。可能有迄个天分啦，他做个青春鼓王，就想要做迄个爵士鼓的，会拍鼓的。结果哪会知影讲，变做是做鼓，是做大鼓，唔是拍鼓的啦。
再调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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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宝钟鼓，所谓佛教的灵鼓。好像生来注定要吃这行饭。婚后，他原本是一名油漆工，岳父黄秀邦是鼎鼎有名的制鼓大师。有一回接到一笔日本订单，要赶制100多颗鼓，缺人手，请他帮忙。像是崩鼓、调音这些动作，他一学就会，一下子就上手。岳父就像捡到宝，再也不肯放人。我一做，阮爸爸都唔敢放啊，哎，伊都唔敢放啊。我这哪会这天分这好啊呢？做过像我有教过师傅仔啊，十几年啊，伊嘛无愿意做啊。啊，现在我教阮爸咧做，两个月我就开始变鼓啊。哥，因为你做过爱油漆啊，爱油漆我嘛足够，因为迄阵在练油漆嘛。哦，所以人个油漆伊请师傅，有当伊五粒爱一包，我哩五粒，咱咧讲个一点钟、半点钟，我就甲处理起来啊。算咱有迄个功夫啊。你着要打这个鼓皮吼，是要有韧度哦出来，更多有弹性。制鼓不只靠手艺，还需脚下功夫。梁振颖刚好是体育健将，采鼓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是件苦差事，他做起来轻松自在。我常咧讲啊，从台北走到桃园，桃园走到台中，这个朋友每天都是一点要跑。当然，你若较细粒的，伊就偷一天的时间，若搁较大粒的，有通一礼拜、一个月，就是拢伫咧顶悬，怎啊，一直踏，一直踏。就这样在跑步，这样，阮的鼓，你若我多，比如小朋友啦，我若是来参观的人，你若甲我打破5万，我现给5万给伊。对岳父来说，女婿根本是制鼓奇才。30多年前放心交棒，没想到夫妇俩才接手，就遇到中国低价鼓大量倾销台湾，生意一落千丈。我就家己讲，我要去研发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会加做迄落研磨的。等于我是嘛是古法啦，嘛是同我叫阮爸做过的古法，把迄落铜枝啦吼，甲变形，还有几粒茶的，还有迄落甲帮拢做岩漆的较济啦，岩木色啦。阮爸常咧讲，袂使做窑漆的，伊讲阮台湾人窑漆，做窑漆唔好。伊我敢会记一句话，你好的品质起来，你这项物件是好的品质。你就袂被淘汰，安尼尔，伊就安尼尔。你剩下你就家己去变化，拄到你逆境，拄到啥物，你就我都。他们做出来的鼓不是要让你用3、5年而已，好的鼓用上几十年都没问题。回过头来，客户发现一分钱一分货，慢慢回流。这些人在做什么？竟然在大鼓上面跑步，非常的奇怪，而且一踏就是好。多年前，梁振颖还因为南瑶宫妈祖托梦制鼓上过新闻，那时画面里还有几位师傅或学徒跟着做。但这几年制鼓厂只剩他和太太撑，连儿女都无意传承。有寒暑假我们都会叫他来帮忙打工啊，也是要算薪水给他们哦，然后打工。到晚上休息的时候，他还会偷哭嘞，真的会流眼泪啊，因为辛苦啊。他刚开始他不会啊，要在鼓上面踩鼓啊，你看踩一整天下来，也是很累啦，真的是很辛苦。对，辛苦，护士也是很辛苦啊，他做大夜班哦，他还宁可要做大夜班，他也要做这个。对。不是没人来拜师，但都中途放弃。还好吴堪秋跟着他一起做，打孔穿绳这比较轻松的活就交给另一半。当然还是会忧心古法后继无人。不言退啦，做甲未做为止啦，做甲未站为止啦，做甲未站咱就休困啦。有人要来哦，你会很大方无私的教他。对，我很愿意，非常愿意，因为我都找无人啊，咱就一定爱哦有这传承啦。因为咱这是文化。不怕吹破牛皮，梁振颖坚持好品质，每一面牛皮鼓都蕴藏他满满心意，用一生守护古老技艺，让阵阵鼓声撼动人心。